老师啊，嗯，我只过点点有这个想法。咩想法？我想啊，这种若是有变轮到这个学生时多，哇，遐就好咯。遐时阵呢，你现在做个也是家己喜欢个工作，还有变领工资就好多。好是好，嗯，是哪你看啊？现在个学生啊，伊能在放假，只好剃头个领就在咯。比如打，最上动漫啦，嗯。大探瓜，我也是想要去这个最上动漫啦，很高兴咯。大话机会插来去，好，进来去。好，咱现在选出的位置呢，就是咱这个天州水族大冲关所处的位置啊。天州水族游乐园，咱提到嘛，咱这游乐园呢是非常非常多的水族游乐设施，也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呢前来这个体验。嗯，遐有只足好耍、足趣味个水族游乐设施，咱今节目呢俩衔接来个体验呢。哎呀呀，人家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我们不好意思。你看，这小朋友呢，拢爱爸爸妈妈或者是那长辈叫过来的。我哩，该就叫过来的。你爱背上较济，我就叫唔得起你只脚，大家也拢惊。别难哦，你想较过老。听见吧？你念那只歌叫做《醉酒人》，其实啊，人家该有创意个。我会知啊，这个就是天州南方彭天峰龙门水世界。你看，这个虽然是位于空港经济区的炮台岭，但是呢，就吸引了来自市区甚至是周边城市的人拢来做佚佗，因此呢，这个真心是过好耍。公仔对几次？哎，伊弄个了娘家叫伊来。有，大青青一个。哎呀，你是做你为主啊？个骨腿好热。看这个一群人就做呀，就在那好耍，无地位，你就该念心念心念啊来啊！在我家，阿大爷。好啦，其实我家己也想钓来，因为呾这个个一个不需要适合放松的地方。是啊，这个个最上有了设施啊，拢是各自组队个，有几个彩虹泳池啦，丛林探险啦。丛林探险。我来喜欢一个大车车，你看呀，至少设施设计做林荡探险的弯道，会有创意。好啊，你看，就买好几个零刷啦，哼，你是咪跟你聊好小多几个大海顶摆？是我头水，咦，这个好水者，好滴啊，至少有家有六设施啊，拢放对着水顶哦。咦，现在吧，你看这位老先生哦，伊昨日打只鱼坐到遐地边个，伊都做咩个？哦，我刚才有过去问了，人家啊是叫孙仔过来佚佗个。来只两只狗，来走只镜头仔只，这个了我创，啊，迄个有个空间的，这个两只有个个娱乐嘛，啊，娱乐个环境了好，哎，两只开心。阿个阿爷爷来这个游泳，如是呀。既然就好耍，现在吧，你不来落去耍个嘛？哎。我这老大伯，了来甲几公老囝来去烧这生骨腿，无咩好意思吧？甲只老囝耍唔咩好意思啦，遐你来去耍只个零头大骨腿。咪话香鬼，我有你个强教呐。打圈也无，圈也无，你大家爱耍个咪，卖耍我来猜听哦。该哪走路这个课？咋种下大强高，腿冷冻，你就家己走过一大骨腿顶买下去啊！今早我是跟了大神来啦 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Superman is coming！不好意思吧，我正拖着盲人啊，弄个水花蹦蹦叫，我唔知你来念咩啫，咩姿势？咩关键是我穿了这条裤嘛，该无名啊，条裤系左甩过大，都卖掉喂，我换件游泳衫，咪我蒙袋，是只裤系蒙袋。Yeah, very good。哎呀，咩感觉啊？非常刺激，我顶摆有啲啊离心力嘅感觉，你又再落来，力下落来，然后呢，加住自己。
落西佬只又非常安全，咁咱只木桩下上咧有只个只救生救生艇落只里向哈，所以呢，可能是免疫只伊能受伤。哦，我来顺介绍。这个是你搭车，你搭车。你可以让个小朋友啊，身高又结实。头好惊啊，妈子宝呀！嘿，今日个妈子，明天要见，哎，妈咩啊，好吧？头好贵嘛？好省，真个。相比这个国，多少大只个一个生存呢？只管眉毛刚立，两方是直中直中，也算起来也不能叫做。我想要自己描述时间呢，也是给人一种非常清凉的感觉。啊，顾了算，阿兄接走你这个课。你在哪？在这里。我皮啊，就过两过舒服啊。哦，就是。嗯哼。哦，那个皮个糯米米呢？你头啊，对一只哈。我冇领你落去，加上小朋友生一个灰一个童年的感觉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大家来好王子，因为好王嘞，王子好耶。省了几个钟头，真心过瘾。来来来，我请你来去吃美食堂。照顾好咩个好食啊？硬好稳哦，就南方来买啊，下当今打造了一个美食世界，到这个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美味。豆鸡、港式小姐、甲西式快餐、芝炸鸡、古一集，还有自助烧烤档。我们总督哦，西餐啊，你来做这个美食的项目。啊，你这种来做这个自助烧烤。啊，直接营业时间烧烤啊，就甲星期五六日。啊，营业时间就到这个下怪五点开始，开始到今咩九点就结束。自助烧烤，不过我们平时呢，就搞了做这个汉堡、鸡翅、这个小食，港式的鸡卵饼，就做咱这个梁山里面的属于那了咸的。下乖十二点正式开业，到今麦十点半结束营业。到我就卖打卡左右，将着五分的柔柔的夕阳月光。享受清爽的凉风，在听的就南方来个笑声的音乐，并且吧，咱还是慢慢来享受，没错吧？